小姐，小姐，请问你有面对经痛的问题吗？经痛有，腰酸背痛，肚子痛咯，痛到不能上班。Yes, because of menstrual pain, I can't focus in class. 我个乌头车，哦，真正痛咯，我咪是听个 IC 啦。我女朋友都系咁噶。如果以13岁初潮、55岁停经来计算，一个女人一生大约有2000个月经伴随的日子。如果你也是其中之一，你怎么办呢？Do I take painkillers to ease the pain? 我变咯，做查甫就是安尼款的咯，听下就关事了咯，咪由佢发脾咯。女人生白凤丸，一周一瓶已成为我的习惯。它采用18种中药材及古方配制，传统上用于月经失调、体质虚弱、惯性腰痛及调养身体，经香港中文大学证明能舒缓经痛。有了鱼人生白凤丸，经痛已经不痛了。鱼人生白凤丸，月事 OK， 事事 OK。